子的一个回向啊。如果你们要这种问题，就把这个底下 termin 放在，然后就说要告诉你说要还，就是不是为了这个为什么？再说一句话，再说一句话，说第一阶段就输入那个身高体重，计算 BMI， 第二阶段再做逻辑判断，然后最后再把回圈并进来，也许三个步骤分别完成，这应该就不困了。请可以试一下那个406不定数的回圈啊 ，BMI 计算法。